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我们来讲穷寡妇的奉献。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到第四十四节当中，描述了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的故事。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小钱是当时流通货币当中最小的硬币，两个小钱是一个大钱，也就是一文钱。而128个小钱等于一个德纳流斯，一个德纳流斯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这样算起来，寡妇的奉献只有一个人一天工资的1/64。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工资是100元的话，寡妇的奉献是不到1.57元，是相当少的钱。但是这笔钱却是这个寡妇用来赖以为生的。耶稣判断奉献的价值，不是以一个人奉献的金额来认定的，而是以这个人奉献的能力来衡量的。所以耶稣说，穷寡妇的奉献比财主的更多。这个穷寡妇往钱库里面投了两个小钱，这是当时候最小的硬币，恐怕投进去的声音没有人会听得到，但是耶稣注意到了。这两个小钱的叮当声一直传了2000多年，到了今天。这个寡妇可以不奉献，因为这个不是人头税，这个是捐献，是随着自己甘心乐意所献上的奉献。这个寡妇可以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既然这么多财主献上了非常可观的金钱，不在乎我这两个小钱。何况这个寡妇是一个不足以养生的穷寡妇，但是这个寡妇没有想到自己是例外的，他对神感恩的心促使他献上他仅有的财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还特别解释，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但是这个寡妇献上的不是一个大钱，而是两个小钱。你会问说，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如果说寡妇只有一个大钱可以奉献的话，那么这个寡妇毫无选择的余地。但是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因此这个寡妇可以选择留下一个钱奉献另外一个。奉献1/10已经够了，奉献1/5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寡妇应该奉献的了，她又何必要把她全部的都献上呢？然而这个寡妇没有想到这些，她毫不迟疑地奉献上了一切。这个穷寡妇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任何的话，她不埋怨她曾经可能遭受到的困境，她只是默默地奉献。然而神不会忽略一个真心奉献的人，而神必然会报答她的心。你或许要问，到底这个将奉献投到钱库里面的规矩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源自于约阿斯王的年间，祭司耶和耶大的发明。根据列王记下第十二章第九节的记载，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再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
所以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仍然有这种措施，也就是将奉献箱放在教会的入口的地方，来接纳信徒的奉献。接下来，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在耶稣时代的圣殿，也就是第二圣殿，因为在公元前516年，所罗门王建立的第一圣殿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亡国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摧毁了。到了公元前536年，波斯王下旨允许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这个也就是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是分为外殿跟内殿的，外殿也就是称为外邦人院，是一个长方形露天的庭院，四周是称为所罗门廊的柱子来围绕，南面的柱子有两层，称为王室柱廊。这些地方是犹太人聚集，耶稣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教导以及治病的地方。内殿则主要分为第一女人院，女人院是露天的，四周有柱廊，柱廊下有一些放油跟酒的小房子。第二是男人院，从女人院登上石阶以后，可以进入到这个只有男性才可以进入的地方。第三是祭司院，祭司院里面有露天的天然的岩石，是作为献上全燔祭的祭台，还有提供祭司在献祭以前用来洗涤用的铜海。第四也就是圣所以及至圣所，从祭司院登十二级的石阶到了门廊以后，便进入了圣所，以及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的至圣所。首先我们来研究银库到底是怎么样的。银库是可以让众人把钱投进去，所以我们因此推论银库可能是可以锁住的一种箱子的设备。然而银库有一面可能有投钱的投入口，让各种硬币或者是金器银器可以从投入口当中投进去，因此有人认为这个银库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有一本书叫做《圣殿的管理以及服务》，这本书提到圣殿的宝库是位于女人院的。他说四周都有一个简单的柱廊，柱廊内靠墙有13个箱子，或者称为喇叭，奉献的金钱都放在那里。为什么箱子又被称为喇叭呢？这本书认为因为箱子它的顶部狭窄，底部比较宽大，因此这本书认为银库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一种看法是认为箱子被称为喇叭是因为它们有一个顶部宽底部窄的投入口，这个跟上面所说的是刚好是相反的方向。这个喇叭的投入口是连接到一个箱子的，这种形式跟现在犹太人收集慈善捐款的奉献箱类似。我个人认为这种形式看起来似乎比较可信。然而不管圣殿当中银库的形状究竟是怎么样的，这13个奉献箱每一个箱子都贴上了不同类型的标签，其中收集的资金是专门用于特别的用途。这13个箱子当中有2个箱子是被保留作为收集圣殿税用的，其中一个箱子是收集当年的圣殿税，另外一个箱子则是收过去一年的圣殿税。然而第3个到第7号的箱子分别是收集献祭用的斑鸠、鸽子、木材、熏香的材料以及金器的固定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超过了固定基金所需要的数目的话，就把多余的钱放在其他的箱子里面。第8个箱子是用来装赎罪祭所收集剩下的金钱。第9到第12个箱子是收集赎罪祭、鸟祭
拿细耳人祭以及麻风病人祭所留下来的资金。第十三个箱子是自愿捐款的。让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穷寡妇奉献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要正确的来理解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必须要对照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也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到第四十节。这段经文是耶稣对文士的抨击。耶稣说，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而紧接着寡妇奉献的故事以后，也就是这段经文的下文，也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对圣殿的预言，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当中，让我们进而思考到一个当时候的现象。那时在耶稣的时代，文士在会堂宴席里面都有崇高的地位，这很可能跟他们的职业有关，因为文士赚取收入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代表他人去处理法律的争讼来调解纠纷，进而从当中收取合法的佣金。例如他们代表寡妇或者是未成年的遗产的继承人来处理关于土地、房产等等的纠纷。而文士争讼和调解的案件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因此当时候就有许多腐败的文士跟人合谋来诈骗、侵吞寡妇的家产的情况。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律法本来是保护孤寡的。例如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22节当中提到，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在生命记第10章第18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这些经文当中都有提到应该要保护孤寡这个律法的原则，但是这些神所制定的律法的原则都被犹太人所忽视，因此这些寡妇们从文士的手上往往得不到平安。同样的，这些寡妇们在犹太教的宗教制度当中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为在当时宗教制度之下，律法成为一般人难以承担的繁琐的宗教的义务，而且要履行这些义务的话，需要不断的花钱，这个就成为寡妇要伸张正义的拦阻。因此我们如果把耶稣批评文士的话联系到耶稣对穷寡妇奉献的回应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耶稣是深深体会到这个穷寡妇当时所面对到的生活困境的。我们前面讲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银库，也就是奉献箱，是摆在女人院的地方。这种安排是让所有的人包括妇女也可以参加奉献。如果把银库放在男人院的话，因为妇女无法进入到这个区域，就没有办法可以参与奉献了。所以这个奉献箱是摆在女人院的。而奉献箱总共有13支，除了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外，另外一个是专门来收集为圣殿祭司奉献的。每一个奉献箱上面也会注明这个奉献收入将会做何种的用途。由于每一个奉献箱代表的一个支派，因此每一个支派在制造这个奉献箱的时候，都会尽他们所有的才艺在奉献箱的外表上面来显示各个支派的特色。古时候因为没有纸币，只有硬币，而且硬币是用金银铜等金属来制造的，所以当这个钱币接触到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样每一个支派在制造奉献箱的时候，都会把奉献箱的入口打造成一只很特殊的弯管的形状，这样当奉献的钱币一进入到奉献箱的时候，
随着弯管撞击的声音，就会有很清脆而且不同的声音出来，而每一个奉献箱的声音不同。因此当有钱人要奉献钱币的时候，他们会一把一把的投进不同奉献箱的时候，这些钱币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跟门徒聚集在奉献箱的对面，看大家怎么投钱在奉献箱里面，以及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位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的原因呢？也因为有这么样的情况，因此有些财主就很想透过奉献来显示自己的财富以外，也因为奉献的多而得到这个民众的歌颂。这也就是导致了奉献的意义已经失去了，因为奉献是为了感谢神，而不是用来博取别人赞美的。毕竟人还是很软弱的，人性的弱点使得人们往往会称许那些奉献比较多的人，至于那些贫穷人微薄的奉献，人们往往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当耶稣看到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于是就趁机会对门徒们说，穷寡妇的奉献远远超过那些有钱人的奉献。一般人都是看数字的多寡，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看的是人奉献的心。他说这位穷寡妇所奉献的是全部的生活的费用，所以他的奉献远远超过其他有钱的人。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妇女在犹太人社会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而如果一个男人死后，通常他的妻子没有办法独自来承受他的产业的，除非他的妻子要有儿子才可以。所以如果一个女人守寡又没有儿子，这样的寡妇通常都会陷入到贫困的生活当中。因此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指明了这位寡妇是一位穷寡妇，可见的这位寡妇并没有儿子，导致了这位寡妇很可能必须要依靠到别人的麦田当中去拾一些麦穗来维持生活的所需，或者是去乞讨，或者要靠着亲友的接济才能够生活。因此耶稣所说的这位穷寡妇是奉献了他所有生活的费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小钱即使是非常的少，对这位穷寡妇来说却是非常大的数目。在人看为多，在神的眼中可能就是少，在人看为少的，在神的眼中可能就是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穷寡妇奉献的故事以后这段经文的下文。依照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描述，当耶稣跟门徒从圣殿出来以后，随即有一个门徒看见圣殿是用精美的石头和还愿的礼物装饰而成的，就很惊叹圣殿建造的美。这个圣殿其实是经过大叙利王的整修扩建，扩建以后的圣殿比原来的圣殿的规模大出了三倍，而且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大叙利王用黄金打造了一棵葡萄树作为装饰。虽然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黄金可能指的是铜，但是不管大叙利是不是真的使用黄金来打造葡萄树，这棵黄金的葡萄树树上挂着串串成熟而且硕大的葡萄的果实，每串葡萄都有人这么高，真的是非常的珍贵以及豪华，难怪这个门徒会惊讶它的精美。再加上建造圣殿的石头确实是很巨大，有的甚至长达有11公尺，重达有20公吨，这样雄伟的建筑在一般人的眼中是可以保存到永永远远的，难怪这位门徒要惊叹圣殿建造的华美。但是耶稣却说有一天他就会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上面，每一块都要被拆下来。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因为当耶稣跟门徒在看圣殿里面奉献的时候，
这些门徒一定也是赞赏那些奉献很多的有钱人，但是耶稣却说穷寡妇的奉献比富人的奉献还要多，而现在这个门徒则是在赞赏圣殿的雄伟以及华美，耶稣却说这样的圣殿会被毁灭。为什么耶稣老是要跟门徒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了解，有钱人的奉献跟他们的外表有关系，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外表，同样的圣殿的华美跟雄伟也是外表的，人们所看到的都是外表。而且我们先前看到耶稣进入外院的时候，曾经对那些腐败的祭司所勾结的商人，把圣殿污秽成为贼窝以及市场的人，所以耶稣将他们的摊位推倒，而且用绳子当作鞭子把这些买卖的人驱赶出去。耶稣这些行动都在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人看来庄严华丽的圣殿其实窝藏着许多的污秽，而圣殿的表面看起来即使再精美再雄伟也已经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因此耶稣才会说这样的圣殿会被拆下来，而且是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在公元69年，维斯帕先皇帝继任了尼禄，做了罗马皇帝。维斯帕先的儿子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罗马军队拆毁了城墙，投掷了火把，轰石弹，犹太人苦战到了弹尽粮绝、血流成河的程度。罗马军队焚毁了圣殿，甚至为了取出因为高温融化的黄金，用马拉的大绳索拆下了圣殿每一块石头，真的应验了耶稣的预言，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上面，每一块都要被拆下来。有些人或许要感叹，为什么神会让圣殿遭到这样的厄运？因为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以后，许多朝代的君王继续的拜偶像、搞淫乱、闹纷争，屡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4章第24到第27节。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而这个就是圣经对以色列民族前途的预告。历史果然应验，神为了叫这个悖逆的民族来悔改，在历史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先知来提醒他们，但是大多数的先知都被他们的同胞所杀害。最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传达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这个救世的福音，但是耶稣却被犹太人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临行之前严厉的警告这个民族，将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5到第36节。而历史果然再次应验耶稣的话，犹太人为自己的民族的大罪不但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而且在许多的国家排斥犹太人的行动当中尝尽了艰辛。其中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面曾经三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是发生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当时候英法联军在东征的途中，因为十字军认为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仇敌，于是十字军大肆的屠杀犹太人。第二次是在公元1880年，在俄国沙皇的屠刀之下，一共有100万犹太人被杀。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犹太人又遭受到了另一次历史上面的厄运，大概有600万人死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当中。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遭遇到如此人间的悲剧。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二到第四十四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之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句话不仅仅是告诫犹太人而已，也是在提醒我们。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富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攒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但愿你我的心像那位穷寡妇一样，放在天上而不是放在地上。这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穷寡妇的奉献。